今天的作业多吗？很多。是什么作业？复习第六课的课文。预习第七课的生词。明天冰雪。对不起，请你慢慢说好吗？好的，我慢慢说。复习第六课的课文。预习第七课的生词。明天听写，你还有问题吗？没有了，谢谢你，不谢。